我都看不懂，我前这面这都不我懂。啊，之前的话都是小机这都器，都是小的转印机。自己科技，自己颜色就释放了，估计就是热升华，温度一高它就升华出来了。对，它都在养着。就是要比刚才要好，一点都得少嚼，就这个比刚才好，比刚才那漂亮点，这个效果出来了。你说，你还得防螨，由于材料不一样，它速度不能快，它等级。这样洗出来也快。这个能效果很快，太快了。因为一开始自己弄，还得试温度各方面，速度。你绝对是。材料不一样。很多东西不是说影响。哦，材料不一样的是。我看看。这样。